哇，这车好好看，过来帮我拍张照，快点。拍它，这不是咱的车，你拍它干嘛？你怎么那么虚荣？我虚荣？你要有那能力，咱自己买一辆不好吗？我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？你什么条件？我给你几年了，你给我买过什么东西吗？那你是？要不你走吧，你别搁这打扰我拍照，你走吧。你说的。我说的，拜拜。是。怎么了？你看什么看？不是。别在这打扰我拍照。美女和男朋友吵架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臭代驾。什么叫臭代呀？我知道你跟男朋友吵架了，你有点生气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吧。本来不就是个代驾吗？我怎么说你了呀？本来就是事实呀。那麻烦你让一下可以吗？干什么呀？让什么让？这我车，这我车，你站我车旁边拍照片呢。啊？其实代驾也挺好的嘛。好，好用你说吗？啊，那肯定好呀。哎呀，别这样，本来代驾就挺好的嘛，还那没有我们谁给你们开车呀？啊？啊，还给你们开车？你大晚上你自己一个人走回去吧。别这样嘛，我说错话了，我说错话了。你送我一段呗，我那个啥，我家也挺远的。我凭什么送你？啊，你男朋友刚走，你让我送你？啊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我是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你什么人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，不配上我车。嗯。